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。美方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，在干着侵犯中国主权的勾当。台湾的蔡英文之流抱着美国的粗腿不放，背弃民族大义。这些倒行逆施啊，根本改变不了一个中国的国际共识，也根本改变不了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历史大势。玩火者绝对没有好下场，犯我中华者必将受到惩处。谢谢。